这边，你的会稍微高吗？我、哦、现在戴好了。哦，好，刚翘头高的。那我的，我不还好吧？应该还好。我的有在上哈。有啊，你的还是朝下。太像了。没有，还不错的像。我从后面把你顶上去。一个一个做。一起做啊！是啊，
哦，在右边啊，从这边下去是吗？嗯，该不会看到餐厅了吧？哇，看到餐厅了啊！看到餐厅了，有没有？就是划这条啊。去餐厅啊？没有，去餐厅是滑第一个地方，那是一个红线。你看下面有一只山，往左红线，走这边。你跟舅舅一样爱唱歌哎，一边滑一边唱。拍照，我是有拉嗨一下，因为我会冷。哦，风有点从山上灌下来。你看这样子，这个跟下面一样简单的红线，还好吧？走了。那我从这边带。回去，坐这个缆车就回去了。这个下面还有一个缆车，是上次我跟你跟赖梅华会合的地方，那里有个缆车可以坐。那这个上去是刚刚的。这个我们有坐过吗？对啊。有啦，就餐厅出来我们就坐这个啦。这么高？好了，走了。你要学会控制啊！好，你先走，我跟着。我第三个，多少你第二个？那我的弯会比较大哦。好跳。要走林间道还是要滑下去？都可以。先走林间道好了。然后，先走林间道还是先那个？好。
啊？他们想上来啊？到底连接到是哪一条嘞？看住山，看住山，看住山。你说左边、右边，要不要给你？应该是这边吧。还要上来。お待たせしました。リフト動きます。ご注意ください。我们先走一次林间道，然后逛过这里，知道这里长什么样之后，下一次来滑这里。对，先绕过去。风景，来看风景。看风景呢，看风景，这里超深的。山啊，这里往下看，你看超深的，看山啊，超大的，一边林间道看风景。我就喜欢逛山。好啊，继续逛，继续逛，往右走，往右。你看够了没？你要拍照？我没有拍。你会拍全景吗？那你拍一张，我留下我。对啊。敢拿手机出来，这里看上去边边好像要掉下去那种感觉。这里是境界哦。对啊。如果有人从这里下去怎么办？有人从这里下去啊？不可以从这里下去啊。第一次有人从这里滑下去、欸，我刚才看到下面有痕迹、欸，全景哦、喔，休息一下，那我坐下休息呀、啊，这里可以坐吧？
哦，舒服哎，好舒服哦，坐在这里，我要坐在这里。看，这很软啊。还好啊，好。别人在拍照，像是旅行。你看下面有人在滑，你看，你看那里。哎呦，按错了。下面那里好长的路哦。好长啊！那是不是都要一直冲？对啊，要一直冲啊。看多爽，哇，深了，舒服。哈。这叫痕迹啊，没有人下去。这应该算拍的还不错吧？嗯哼。再来一张，不怕不要再挡我。我努力的拍。办法是人想的，没办法也是人想的。还不错。怎么？算完整。那里有条烟呢，有一条烟啊，它被风吹走了，它好像被风往左吹，是不是？对啊。要打我雪，等我一下，我的手。盐越那么近，哪里啊？那里啊，我们昨天滑的那一块地方。你搞好一点。周少宇，我正在拍你的那、這个，就给我进来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不能动。好。你看，他跑起来了。我得站在球台。我觉得快0.5就好。你看。凸起来。动物经过。土拨鼠，好大山哦！你只要手套拖下去，你就死了。哎，好了，嘿，坐得好舒服啊！我的屁股一定湿。是吗？没有晒过。因为我在融化雪。你下去回头看这里有什么东西，搞不好都是树。好啦，下面你看还有一条路。又一个，又一个，好漂亮啊！拍照，拍照，拍照！没有，这里有人下去吗？你看看有没有？应该没有。你看，你看就知道了，有吧？有，一定有。嘿啊，因为这里树那么少，他们就从这里穿下去。可这里不是境界线吗？
哎呀，没有，左边是超过，右边还可以，所以他们就从这里滑。咻咻咻，高手才行。我还不行啊。你敢吗？要休息一下。那么多。我还要再继续练技术才可以。这是超级黑线，对不对？这里不知道哎，搞不好滑雪板的就会觉得这里很简单，因为他们都正面朝下，他们就这样子板子刮刮刮就下去了。看一下，有没有人要下来？没有，真的有一个人在那里耶。真的要下去的人，他们不会走这里哦。你看看他走哪条路线？他来了，他来了，跑走了。很好，来了来了吧，来了来了，他来了，他会从我们旁边直接冲下去。他会，你猜他我们从左边下去还是右边下去？不知道，你看啊，他就要下去了。他从左边。这老爷爷。啊？这老爷爷。他习惯了，他搞不好以前都在这里滑的。他要从这里下去。怎样？他要从这里下去，你看一下。这个好深哦。他们会这样下去哦。会啊，他们只是在少休息一下而已。要走了，要走了。干巴爹，来攀一下。很硬哦，很硬哦。没有啦，多得很。很难走。干巴爹，加奶。先领是什么？他撤降。好强哦，是老爷爷。他习惯了，这里他家后院，好不好 ？ski 才能滑得久啊，雪板绝对没有办法这样搞。没有，雪板也这样下啊。好强哦，那个老爷爷，我要跟他讲干巴爹。你不用讲，他早就习惯了下去了。对啊。而且那老爷爷应该比年轻人下得快。对，他已经下去了。他老江湖啊。疯了！我们只是站在这里看，并不是要下。我也没有要下，太硬了，太硬了。好，走了，走了。走吧。我们只是看别人，我觉得有点危险，我后退一点。心里害怕。我来。那我换第三个。啊？我第一个啦。啊？我第一个有差吗？我要中间带路的。我完全不知道路啊。没有啊，从那里再接回去啊。是右边啊。这里啊，这里啊。可是他们挡在路中间呢。哇！干嘛爬上来？没有，他们挡在路中间啊。我们先等他们走了。这样我们知道怎么过去了。他们摔摔摔。好了，有一个洞了，啾啾先过，我们都赶快冲过去。不要挡路，好不好？好啊，这样子，先下一脚，再下一脚，再下一脚，这样。好啦，等一下啊。
大概下到一半的时候要直冲哦。你说缆车站在哪里？还没到缆车站呢、欸。哎、欸，那里有一个缆车站，然后右转也有缆车站，我们不要走直冲好了，我们走右边那边。它是有缆车站。啊？右边山谷有一个。好，走。我觉得好像到不了直冲的那一个。左边的那个人还是有在继续前进啊，也可以啊。直走的话是那个餐厅。冲冲得了多远？他在直冲了，看起来是没有要冲的。好快啊！可以啦。跑不了一半吧。好。你要直走还是？右转，右转。右转啦、啊。是啊，哎、欸，是那一条路，是那一条路，那条平的路，绿线。冲啊！好黏，好黏。想起来没有？这里，啊、这里想起来了没有？不记得。从沙卡下餐厅坐上来以后，旁边装下来的这条路啊？贵贵餐厅吗？啊？是贵贵餐厅吗？我们没在这里吃过啊。吃过，但是知道很贵。对对对，沙卡刚坐上来一个平台就是这一区。对。然后我们从旁边的洞装下来就是这个绿路，然后这个走到底就是那个缆车站啊。有啦，一定有在动啊。2:10，想起来没有？
你刚滑环山道有没有觉得有的晒得很黏啊？突然间速度变好慢了、这不会，这很快。中间也可以看风景啊。我自己做好了。太热太热。下面就都没有了。这就是上次我们做起大雾那一次啊，就这个啊，然后我们做了这个上去，然后去餐厅尿尿嘛。没有，这里一半开始就起大雾了。拉链拉开啊！手套。为什么发出一阵惨叫啊？鬼叫鬼叫！
我们刚走的绿线，我们刚走的环山道。等一下走中间啊，红线。然后这边就这样两趟。他们还在开始的练习，他们在馒头那里测降。你说你要跟着他们啊？你刚不是说要跟着馒头走？你刚说的是什么？说馒头制造机在旁边。哦，他们还不是馒头制造机，他们在馒头上测降，体验那个波浪的感觉。好啦。来，我们来滑红线吧。这里啊，从这里啊。从右半边这边，我怎么
觉得旁边那比较滑。这中间这里啊，这两个绿的人滑，就这里啊。啊？这里好像比较陡，那边好像比较缓。没有，侧着下来会比较缓，然后直直下来会比较陡，所以你下去的时候可以侧侧下，再侧侧下。那你跟着你。啊，没有啊，你刚刚那么远，你做了什么？好啊，接着下这里。多少鱼敢不敢直接往下？啊？不要直接往下。什么叫挖沟？我可是练过嘞，直接往下冲啊，冲一段才可以滑。嗯，好吧。这里红线一直到那条，然后再直角右转。弟弟，你今天有摔吗？有啊。你有摔哦？有。我还没呢。他们有一点点挖馒头、哦，这样一点点。好了，我也来。哎，教练用冲的。挖馒头，挖馒头。挖馒头，挖馒头，挖馒头。什么？刚你有讲什么？你刚有讲什么吗？对啊，我们现在有点像是平瓜。就是一直连续刹车，又连续移动，又刹车，又走，又刹车这样。好啦，要继续下，这超宽的。你要是觉得太快的话，你就横着滑远一点就可以了。所以就随便滑了。没必要跟。那我。这样滑好累哦，好累。还好吗？被你摇得痛，脚痛。这样滑很累啊，那用馒头滑法会比较轻松。用馒头滑法，花的力气比较少。我要滑去这边再来开始做馒头。好，这里差不多。好，这里开始做馒头，轻松的。啊，刹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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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好啊，又可以休息了。这里。好，怎样？累哈？有一点累啊，左手的脚到底痛不痛？好了，活动，休息一下都。要尽量用你不觉得累的滑法，不然会耗很多体力。哎，这不就是那个阿伯吗？不是。不是吧？是外国人。是吗？好热哦，先拉开一点。对呀、啊。太热。热。好了。哟呼！很累，有点累啊。好，继续。脚会酸呢。好了，那我还是用馒头滑板滑吧。这样接会接去哪？接着往右跑是吗？啊，累累的。好了，缆车站。热死了。哎呀，赶快去。太热，太热。凉啊凉，有风吹就凉。
没网路呢。
我往。要喝水吗？好啊，欸，我网络不通哦。网络怎么不通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刚搞半天也搞不清楚它为什么不通。棒棒举起来就安全了。好，再放吗？你放了之后不要棒棒拖到地上。好，那我不要，我不要。等一下再放就好。稳啊，都不用放啊。这样可以放了。来，我来放。好了，可以了。很舒适哎，这里。啊？哎，我们没有滑到那边哎。哪边？右边。人家 double A double diamond diamond 黑林，你跑去滑。这条要滑一下吗？这个缆车等太久。这个缆车不用了啦，我们刚不就从这里来的吗？我们刚从这里来的、啊。我们刚上面这样滑下来的、啊，还要再滑一次、啊。
不用吧。够满意了，谢谢嘛。谢谢嘛。谢谢弟弟。对啊，那现在要干嘛？你可以去练你的了，还要我陪他去林间道。林间道。哦。那我们要去极限挑战。什么极限？你要去要一钻的。哎、欸，那边雪已经不多了，你可能会停不下来了。那今天的雪跟那天不一样，那风大，多少也会下不来。才六根而已，很近哎。你先别管林间道，你这边上面要回到餐厅，还要累一下、哦。还要累一下。哦，脚好，我今天扣好紧。I can do it。脚板好紧好紧。刚刨冰真的吃够了。哎、欸，这也不觉得线很漂亮吗？什么线？不是线，就是弧线吗？不觉得好像也很平吗？哎、好像很好滑的感觉。我觉得姐应该来滑这个，超宽。一样。超宽超大。这边也是红，那边也是红，然后这边其实也有点跳。你看上去觉得不跳，但是你看那些高速的人，就在那边咚一咚一咚，有没有？对啊，我们刚实际滑也，他也在跳啊。小朋友嘛，他们是个大人，只是个子大而已。你看这一个，这样这边没喷，然后刚另外一边就喷很多这样。好，想办法滑回去啦。哦，想办法，我们要跟好日记。一二三，你二我三，是吗？跟好日记，那当然，滑回去。你还要什么树林左边吗？树林的左边很陡。现在回去那边，树林左边跟树林右边。那就树林右边了。想要直直滑斜切过去就好了。那个斜红棒棒啊，不就是那条路吗？那条路的右半边。对啊。我们要横切过去。现在还好了。我脚好麻哦，脚好麻。你网络为什么坏了？你有没有去飞航？没有啊，我刚刚有飞航一次再停，但是还是一样。飞航，哎，为什么我们好像上不去、啊？可以啦，用不着上去，往走。往左边，再往右边。没有，不用上啊，往前滑一点，再往右就好了。这样。哇，这里已经树林了。好，到了。好，回来啦。周少爷知道我们在哪了？我知道。走走的地方。小黄人哦。那你是说黄哎？我是黄。好香哦。
咚跳跳跳，好有节奏感哦。对啊，滑了吗？有啊，我跑 OK 哦，还要跟弟弟。就这样一直横着滑就可以了，不要跟我进来，我只是你的听众。嗯，像蜘蛛这样也可以下啊，你看它的下法比较快吧，而且比较不累。你跟我的话比较累。没关系。没关系吗？那我要下去了。他们在跟着滑，不要插队这样。这是最后一个。不准他们跟着。他们有一个教练带着啊。你要滑他们后面。这里。好，我自创一条路线。开始用冲的啦，这里开始用冲的了。休息，喝水。水要喝一喝啊，都变成汗了。这些包包怎么还放在这儿？奇怪。Thank you.
啊、什么东西？你爸他们要去华林间道啊，你们可以汇合啊。在华林间道，你要不要去喝点水？嗯，我你要想喝点水，你先喝。我没有网路。就是那你呗。我要喝点水休息一下，好热。关。